那么我们这个会的目的就是了解，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储蓄计划储蓄部分以及适用大学储蓄计划福利功能两个大学，一个是 NY 529 Program Direct Plan 账户 Amalgamated 的，就是大学储蓄银行账户。您还会设立一些工具帮助您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明确的一个决定。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你解答疑惑。如果您是选择529 Direct 账户，你可以获得申请网站申请方面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议程，我们首先我们要谈谈大学储蓄计划简介，还有大学和职业储蓄账户选项，从了解 NY 529 Direct Plan，再去了解一下Amalgamated 大学储蓄计划银行账户，那么最后是后续的步骤和资源。通过这个的话。您经会为大学的职业培训非常重要一步，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明显更高，失业的肯定性会更小。如果您决定开户，及早开始，长期以来，您肯定帮您解锁更多资金，并减少您和孩子日后承担学生贷款金额。研究表明，即使拥有存款为1美元到500美元的大学职专户，这些孩子的大学入学可能性也会增加了3倍，毕业可能性可能会增加到4倍多。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就是来看看。我们在等着会议开始，可看到我们的简单视频回顾了大学储蓄计划的内容。通过大学储蓄计划 NYC Kids Right 学生家庭、学校、邻居及整个城市的系统，可以共同努力来建立财务基础，帮助世界人们对每个学生的未来抱有期望。该计划的基础是一个自动获得的 NYC 奖学金账户，以及大学和职业培训资金，适用于每个幼儿园学生，无论他们的收入和移民身份如何。有了这个 NYC 奖学金账户，家庭还可以自行开设一个为孩子准备的账户，然后开始以适合其预算和财务状况的方式和金额进行储蓄。在支持学生未来的事业中，每个家庭并非孤军奋战，通过各地的社区支持、地方组织、企业、社区组织以及各整个社区、整个城市的个人，都可以建立对学生成功的期望，甚至可以通过社区奖学金向纽约市奖学金账户捐款。那么我们这个的话，NYC Kids Right 大学储蓄计划采用双账户结构，即奖学金和储蓄一身。除非儿童家长选择不参加该计划，否则每个幼儿园儿童都会自动设一个投资于529计划的纽约市奖学金账户，初始存款为100美元。我们这个是由 NYC Kids Rights 代替儿童进行管理的，是社区成员捐款或是奖金的分配渠道。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家庭可从 NYC 账户获得高达200美元的奖励。然后我们有储蓄账户。这也是我们本次讨论会的重点。通过该计划，每个家庭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要求开设一个 NY 529 Direct Plan 账户或 Amalgamated 储蓄账户，并开始进行储蓄。与 NYC 奖学金账户不同，储蓄账户是家庭所有，由家长和监护人进行储蓄的。你也可以邀请朋友和家庭成员直接向此储蓄账户存款。从奖学金账户和储蓄账户的运作方式可以看出，大学储蓄计划不仅是家庭自己储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种互助协作。那么 NYC Kids Rights 提供捐助，邻居和社区可以互相帮助，家庭啊、学校、社区可以捐助，整个城市的机构和系统都可以共同来捐助，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成功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那么我们现在暂停之下，看看大家有没有疑问。先使用问答阶段来进行提问。非常感谢 Svetchin。我们有个问题，家长问的是：如果他们已经有了一个529的账户，你能不能把这个奖学金放到一个现有账户中去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边有多层。首先，如果有那个529直接账户，那么你是能够把它连接到这个现有的账户当中去的。那么我要确保我们这个奖学金账户还有大学储蓄账户是两个不同的账户。那个 NYC 的这个是奖学金账户的话，是由 NYC Kids Rights 来进行管理的，是不能够去转换的。Samir， 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呢？这个问得很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详细讲解关于我们这个选项。同时也会通过这个方法来给大家看看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选择。看起来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是适用于公立学校的学生？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是在 citywide 都能够参与。只要所以如果你的学生不会去公立学校，而是到 charter 学校，所以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参与到这个当中。非常感谢。还有是有的家长说，可以去网站是不能够找到这个信息，你们能帮助我们去澄清一下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跟家长去合作。这个对新的 kindergarten 来说，就是新参加来说，这个是这个今年这个春天来进行。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就是观看这个你就会收到一个欢迎的邮件，还有欢迎的套件。就是关于如何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就像你就是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等一下会有就是来会有其他的更多的时间来就是认可和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building block。这个我们的就是构建模块的就是一就是激活并查看孩子的 NYC 奖学金账户。今年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儿童的 NYC 奖学金账户可以在今春晚些时候激活并查看。到时候家长和监护人将收到 NYC Kids Rights 发送的欢送电邮欢迎套件，内含后续步骤的信息。我们期待很快就能和新的幼儿园儿童来合作。二是开设被关联为孩子准备的大学和储蓄职业储蓄账户。三为您的新账户存入第一笔资金。每个构建模块的话，价值是$25。完成所有模块之后，您孩子的 NYC 奖学金账户将额外增加共计$75的金额作为奖励。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中了其中的第二步。
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可以如果来完成这个二的这个选项，尽管您还没有完成这个构建模块一，你可以了解这些选项并决定开这个账户。在您的 NYC 奖学金账户激活后，您可以再次登录并关联您新开设的大学和职业储蓄账户。那么我们今天你就会是收到这方面的信息而不是财务建议。本计划为您准备了两个大学和职业储蓄账户，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开户，并与您孩子的奖学金账户关联。此步骤也就是我们的构建模块二。完成这个步骤之后，您孩子的 NYC 奖学金账户将获得$25的额外奖励。除了这两种大学和职业储蓄选项外，您有很多其他的储蓄方式，我们无法也无意提供任何投资建议，或就您的财务选项建议您应当做或者不应当做什么。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在开立账户之前，您应当了解每种类型的账户，并结合您自身的情况考虑。我们可以为您推荐一些工具和资源，帮助您了解这些选项，以便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和家庭的账户。我们这边有些工具供您去探索。首先去我们的网站 NYC KidsRise/options。您可以去前往纽约市财务协助中心预约一个与顾问进行免费保密一对一的交流，他们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选择并制定储蓄计划。如要安排预约，请拨打311或者访问 nyc.gov/dca。您也可以联系 NY529 的办公室，了解有关纽约529Direct Plan 账户的详细信息，请访问nysafe.org 或者致电877-697-2837，也可以联系 Amalgamated Bank 了解大学储蓄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你可以去他们的分行或拨打电话号码。要寻找这个分行的话，请前往 amalgamatedbank.com/branch-ATM。我们将会在会后的跟进电邮中跟您分享这些信息。好的，非常棒。那么我们来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来就是选择，这个是，一旦认为正确答案，那就是我们做一个就是三个判断题，请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答案。一，纽约市奖学金会分配$100的初始资金，通过该账户您可以获得奖励，社区可为您孩子未来大学生涯和职业培训捐款。二，储蓄账户是开设在您名下为孩子准备的账户，您可以在该账户中存入自己的资金，以备孩子未来大学生涯和职业培训之用。三，大学储蓄计划通过纽约市任何一家银行提供储蓄账户，请回答对还是错。再给大家几秒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纽约市奖学金账户会分配$100初始资金，通过之后你可以获得奖励，社区为您孩子未来大学生涯培训专款。答案是正确，很多人都答对了。二，储蓄账户是开设在您名下为孩子准备的账户，您可以在该账户中存入自己的资金，以备孩子未来的大学生涯和职业培训之用。80%是回答是正确的。
第三点，大学储蓄计划通过纽约市的任何一家银行提供储蓄账户。70%，这个很多人都答的是错的，那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只提供两种账户。再一次，这也是纽约的529账户。好的，非常感谢。看起来大家很多人都有答对，很高兴看到。那接下来看就是大学和职业储蓄是每个家庭财富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账户选项可提供选择。为此，大学储蓄计划为家庭准备了两种大学和职业储蓄账户，家庭可选择其中一种开户，并为孩子的纽约市奖学金账户关联。在纽约市的529的这个账户当中。那么，首先是没有，就是账户，是你可以把它就是把它就要放离美元都可以的。那唯一的是情况是，这个如果是在6个月之后，这个银行账户还是零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就会关闭你的账户。那 marking 呢，就是截止日期是9个月。接下来是，你要存多少钱是没有这个要求的。那也可以是第四点。他们可以帮助你，直接代表孩子去进行储蓄。最后一点的话，你也可以，不管你开的哪种账户，并用其他进行储蓄的话，都能获得相同的奖励。那么开始前，我们要讨论两大类的这个储蓄账户。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529账户。那么这个是旨在帮助美国家庭为孩子上大学和参加职业培训进行储蓄的账户。均根据市场行情，账户资金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同时也可能会贬值。账户享受税收优惠吗？那么接下来看看大学储蓄银行账户，这个是美国家庭在参保金融机构安全储蓄的账户。该账户的资金可以赚取利息。该储蓄账户中的存款最高承保金额为25万美元。该账户不享受税收优惠。那么就是529账户和银行储蓄账户之间，它就是有一定的差异。该笔账户资金专用于高等教育费用。如果从这笔资金未用于高等教育费用，那从中提款的话，肯定会招致税收罚款。账户中的资金随着市场行情而变化，而大学储蓄银行账户的话，这个里的资金的使用是无法律限制的，账户呢也没有提款处罚，账户中的资金可以赚取稳定利率利息。那我们再来暂停一下，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两个账户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请使用问答来进行提问。Samir 会给大家来把它大声朗读出来，非常感谢。看起来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是有问题的，就是首先关于是就是资格方面的，所以能不能就是请您陈奉一下。好的，绝对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从今年开始，在纽约这个公立学校，无论是在就是三十，
他们就是特许学校的三年级啊，或者就是都可以去，就是澄清一下，对于家庭目前在30学区，如果是新的1到4年级新生，你也可以的，就像讲过的，就是。1到4年级这个30学区的这些也能够获得，也是有资格的，那么在春季的上学也能够获得这个，我们这个欢迎的这个文件的。下一个问题是由家长问的，他们来是不是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拥有2个账户？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问的储蓄还是什么账户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没有给他提供那个，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就像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一个例子，你可以试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你们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529的直接计划。我们会谈到稍后还会谈到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给我们529的或者 Amalgamated 他们的办公室情况去了解更多。好的，谢谢 Sebastian。就是你不一定要用一个储蓄计划就来获得你是奖学金计划，那么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我们这边有2个选项，这完全取决你，是来决定哪个适用于你，然后你再决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会给您提供信息给你们，这样子你们可以自己去来做一个决定。我们还有其他没有其他的问题，暂时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好的，非常棒。再一次感谢，请大家继续在问答当中来进行提问。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进行储蓄，就除了这2种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家长也可以探索其他的那个计划。那么529是的州啊，还在或者其他那个是银行账户啊，还有其他的。那么这里所看到就是大学储蓄计划，在储蓄当中2个选项都可以，其中比如说有包括来获得有获得奖励，同时把储蓄账户连接起来也能获得奖励。好的，那我们来侧重于这个529的话，就是详细的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个什么是这个529 Jack Plan 账户？这是州支持的一个投资计划。那么其中有包括股票和债券。股票肯定想象拥有公司的一个股份。那么债券是借给公司和政府的贷款，也可以称为固定收益。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行情的变化，可能会增值或者是贬值。这种账户也就是就是也是他理想投资的，同时也会根据纽约市，在这个就是储蓄这个。
Tracker 上面可以查看你的账户资金在比之前可以实现免税增长。账户收益如果是用于支付符合条件的高等税费用，则税收全免。收益是指您的账户储蓄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这个账户资金只能用于支付合格机构中的高等教育费用，其中有包括financial aid， 还有就是四年的这个是大学或者是学院，比如说包括这个苏尼，纽约市立大学学堂或其他公立和公立学校。还有也包括两年制的学院，比如说设计学院，那比如像我们这边也包括 LaGuardia 设计学院，还有曼哈顿区的设计学院。另外还有这个职学培训计划，包括特定资质要求的烹饪学校、神学院、按摩治疗、美容学校、医疗助理课程等，就需要具体的这个资质要求的一些学校。529账户中的储蓄资金也可用于大多数的美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技术课程以及一些国际课程。部分合格教育机构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推出自己的计划和支持。如需获得完整清单，请访问我们这样一个链接。我们在会后也会给您发这个电邮。家庭可以使用这笔钱来支付学费和其他某些费用，那比如说杂费、设备费用、食宿费、书本费。当前合格学校名单可在线查看，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在屏幕上有一个网址，其中也包括纽约的学校、全国的美国的学校，还有一些国际学校。大家对此有问题吗？还是请用问答，那 Samir 也会大声把它念出来。非常感谢，我们这边有个问题，其实刚才讲过的，你不要再重复一下。这个是529中的资金是不是只能用于公立或私立学校的这个学费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它可以用于学杂费啊，包括杂费、设备费用、食宿费、书本费。不光是一些私立学校，其中也包括一些那个公立学校。非常感谢 Sebastian， 我这边找不到其他问题，我们再继续看吧。我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要进入这个529的这个账户，需要提供什么信息？那要注册的话，账户所有人和受益人都必须是美国公民或外籍居民，并且具有以下信息：有效的社会权号或者个人纳税识别号码，简称 item， 账户所有人和受益人出生日期，以及进行在线注册的电邮地址。那么就是纽约州将会承担你提供的数据。请注意 ，NYC 529 Direct Plan 使用是外籍居民，因此并非采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定义，而采用是国税局的这个定义。如果您拥有绿卡或通过年度实质居留测试，美国国税局可以从税务角度认定为美国公民。你可以去到国税局网站或者529热线去核查，我们也会通过电邮来进一步的来提供一些信息给你们。
那么你有听说过这个账户所有和受益人？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些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不光是那个 guardian，如果是个不是这个网不是你的话，那一定要是你能够就是信任的。账户所有人就控制谁能从账户取钱，那么只能有意味账户所有人。受益人可以，使用账户中的钱支付给合格孩子费用的这个孩子。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相关的这个税收，如果您使用该账户资金支付合格教育费用，这不会针对账户收益的州和联邦所得税，不用缴付。夫妻可向纽约529 Direct Plan 下的纽约529计划账户存款联合纳税申报时，可以享受每年高达1万美元的纽约州税收减免；单身纳税申报人可享受高达5000美元的纽约州税收减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到目前学到的东西，沈梅尔来给大家来，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投票，请大家就是尽可能来回答，那么您这个回答是匿名的，我们等一下再来会审阅一下具体的这个答复。那第一个是开着529账户，我的钱将被投入到市场中。二，我不需要用我社会安全号和个人纳税识别号，也可以开设529账户。三，我可以用我已经存入孩子529账户的资金来支付学费和其他某些合格费用，如杂费、设备费用、食宿费和书本费。四，适用孩子529账户资金的选项必须为4年制。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我们来看看我们目前学到些什么内容呢？第一个是关，当我开设529账户后，我的钱将会投入到市场当中。67%都答对了，这个是正确的。大家记得这个529是一个投资账户。二，我不需要拥有社会安全号和个人纳税号，可以开设529的这个账户。这个是错的。大家83%都答对了。这个是很高兴看到，我们来看看。我可以，使用存入529账户资金来支付学费和一些合格费用，包括是杂费、设备费用、食宿费和书本费。大家很多100%的都答对了，这位是我也很高兴啊，大家都最后达到，最后是。适用529账户的学院必须是4年制，83%答的是错误。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参与。
非常感谢，希望对你们也是好玩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科幻灯片，也是这个529 Dirac Plan 披露写信息，必须要跟你们分享，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谢谢。好的，我们来接下来看 Amalgamated Bank 银行账户。我们来谈谈这家的，就是大学储蓄银行账户。这是 Amalgamated Bank 银行储蓄账户，是由父母和监护人和其他家庭成员所有，受益人是孩子。各家庭可前往 NYC 的任何一家 Amalgamated Bank 分行开设这里账户。什么是大学银行储蓄银行账户呢？Amalgamated 的大学储蓄银行账户可让家庭在参保的金融机构进行储蓄，然后在账户资金中赚取利息。参保的金融机构是指该账户中的存款由联邦来进行承保，最高承保金额为25万美元。承包，联邦承保意味着即使银行出事，您的资金安全仍然有效保障。父母、监护人所有、受益人、孩子的储蓄账户。要这账户所有人要求社会安全号或者个人纳税识别号。把我们也是简称为这个 item。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大家继续采用问答功能，Samir 也会跟大家来把这个答案念出来。非常感谢 Sebastian，我们的实际上是家长有问题来提问的。这个是，是不是，其实对于收益才会就是。才会有这个税收利益的吗？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账户当中是在税后之后的，那么是它是有收益，它是那就是可以免税，然后是用如果使用适当的这个就是这个用途的话，也会是免税的。Special with Marie，我这个要跟。还有再补充一个，税收的一个福利，这也是529的。对于纽约的居民，你可以获得高达5000美元的纽约州税收减免。那么就是夫妻一起共同交税的话，那就可以高达就是1万美金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纽约州税的一个减免。好的，非常感谢 Marie。Samir 还有其他问题吗？目前为止是没有其他问题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可以继续了。那么这个 marketing 可以就是，它是 NYC Kids Rights 就可以，那么没有就是法律的这个限制，如何去使用？如果家庭税收和原因需要从该账户取钱者，无需支付费用或罚金即可取钱。开设该账户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注册此类账户，账户所有人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号、个人纳税识别号或
或者是 W8 认证，由联邦或州政府机构签发附有照片的有些身份证，或者是 IDNYC 城市身份证。如果使用 IDNYC， 您需要提供额外的地址证明，例如水电燃气费账单或有线电视账单、地址和出生日期、孩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以及您的这个电邮地址，这也是我们建议您要拥有的。关于这个盖账户相关税收和费用有哪些呢？盖账户没有税收优惠，没有相关的维护费、月维护费和成本，也没有最低余额和最低存款金额要求。但是呢，如果您的账户余额为零超过9个月，Marketed 可能会关闭账户，未解这部分你只需要存入1美分就可以了。你可以向该账户存入和保留任意的金额。账户没有取款费。那么切记阅读 Marketed Bank 开户披露信息，了解与该账户相关的完整费用清单。好。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学到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后续步骤和资源。我们再来看一个新一轮的最后一轮的这个投票。希望大家尽你们最大的可能来答复。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第一个是当我开设这个银行账户的时候，我的储蓄将由联邦承保，最高承保25万美元。二，如果想要这个银行账户取钱的话，但不是用于支付大学费用，那我就不能这么做。三，在我向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这个资金款投入到市场中。三个问题。好的，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好的 ，Samir 现在要结束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首先从这个开始，我这个储蓄由联邦承保，最高承保20万美元，大家100%都答对了。第二个，如果我要从中取钱，但是不是用于支付大学费用，那我就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看起来大部分都这个是投资到市场当中的这个同样的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都有答对，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在我跟大家分享资源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构建模块三。这个是您存入第100美元或者以上的这个资金。正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就是模块，让你们就是，因为你们一开始的话，你不需要就是存款，如果你就可能是是同样的这个做的。首先，这个儿童时，你就是100美元的话，就是存的话，就可以获得 NYC Kids 1:1的这个补助金，将发放您孩子的 NYC 奖学金的账户当中。所以的话，这个是，如果说你是如果有意完成这个三，但是不知道如何存款或如何开始储蓄，请访问我们可以下载的这个网址看看不同的存款方式和储蓄的技巧说明，可以在跟进电影中跟您分享。大家还有看到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资源来进一步的了解你们的选择。可以，就是，看看我们的就是，可下载资源网页，就是构建模块二当中的选择合适账户的工具资料，或者查看我们的入门构建模块二开设储蓄账户的网页，也可以探索其他资源，可以致电Amalgamated 的银行，或者前往他们的分行，也可以访问 NY 529网站或致电给他们。877。NYSaves。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采取下一步，完成三个组成要中的一个和多个组成要素，请拨打 NYC Kids Right 热线电话833-543-7473，预约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请给我们发送电邮，就 info@nyckidsrights.org，或者通过访问纽约市财务协助工作网站，或拨打311。预约在当地协助中心进行免费财务咨询。如果你已经完成构建模块二，但不知道如何就是完成这个三，存入第一笔5美元存款，请访问我们的可下载资源网页的，就是构建模块三当中获得以下的这个工具。那么你也可以就是一个截屏，我们可以在就是电影方式发告所有相关信息。最后，那么显然，那么非常感谢参与我们今天。如果这个信息有帮助，请向其他家庭宣传，并邀请他们访问 nyckidsrights.org/events，了解下次讨论会的日期和时间。在我们离开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你有机会来填一个就是问卷调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有问以及时间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填一下。我们总是期待听到你们的反馈。Samir 跟我们的团队会继续留下几分钟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其他问题要来问。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希望很快跟大家再见。非常感谢 Sebastian，我们这边家长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如果说你有这个已经有这个 Virtual 账户开的话，是不是还能够收到这个三个奖励？只要是纽约市的 Virtual 的一个直接储蓄计划，那么你就可以跟这个大学主题计划联系在一起，还是能够获得所有的这个三个构建模块的奖励的。还是要捕捉一下。那如果说你有这个 Virtual，你先把这个大学主题计划连在一起，就可以有25美元。
然后你在里面，直接这个储蓄账户的话，你可以再存钱的话，这获得就是第三个，就是25块钱的这个，所以基本上其实把三个模块都完成的话，就能获得75美元的这个奖励。那么如果你就挖掘账户，如果把这些资金加入到我们的账户去呢？那么我想这个家长问的是这个奖学金账户，你能不能再讲述一下这两个账户之间的区别，谁能够在里面存钱呢？好的，就像 Samir 讲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储蓄账户，那么 NYC 账户是由 NYC Kids Rights 拥有和管理的，所以我们能够在里面去存钱。如果你想要或者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开自己的这个账户，这样子你可以在里面存钱。C 这些账户都是不可以互换的，咱不可能够这个钱不可能移来移去的，是分开来的，这个显然是为了您孩子这些就是未来的这个教育着想的，希望这个能够回答您的问题。谢谢 Sebastian。看起来好像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会议是不是同样的内容，还是说材料是不一样的吗？对于那些参加了，是不是能够通过电邮来获得我们今天会议的这个录音单？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和几个不同的这个研讨会。对于关于我们这个是。选择合适大学和职业储蓄账户的讨论会的话，内容是一样的。Samir，你要谈谈，比如说，然后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讨论会的录音的情况，你要不要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有在录音，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录音，今天本周后期大家可以到New York Kids Rights 里面的话去到时候到我们屏幕上去看。大家看能不能把这个幻灯片换回到我们前面那一页，把我们的网站那个放上去。大家可以到nyckidsrights.org，然后就能够看到有一页能看到有这个视频，上面就会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录音，所以你就可以去倾听。看起来我们还有问题是问家长的。那么，如果我儿子的大学账户已经有这个储蓄账户，我是不是仍然可以加入就是这样的一个今天讲的这个账户呢？那如果说就是已经为一个大学储蓄账户，是不是仍然可以参加我们这个Kids Right 的这个奖学金账户？是的。首先一点，这个是首选，所以尽管你不决定去使用的话，你仍然还能够。那如果说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我刚才今天讲过的那两个账户，应该是529的直接账户，还有一个 Amalgamated 银行的这个大学储蓄账户。如果你有不同账户里面有储蓄的话，这是您的这个选择，这也是您完全，这是您的选择，但是你就不能够获得这个构建模块的这样一个奖励。
还有其他一些奖励也可能就拿不到，比如像这个储蓄账户。非常感谢 Sebastian。还有一个家长来问，能不能谈一下关于我们储蓄来匹配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再跟我们讲一下？是的，当然可以。首先是，大家就可以，你存的每一笔钱，大家都能够进行匹配的，高达100美元。谢谢。没有其他问题。好的，我们再给大家几秒的时间，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这边来的问题呢，这个是奖学金账户。这个奖学金账户是不是投资的？也是投资出去，还只是就是留在这个账户当中的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原始奖学金账户是有投资到这个529的直接投资，就像我们前面有讲过的。那么回答你问题是的，他有投资到这个529的就是账户当中去的。那可能回到另外一个幻灯片，给家长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可以有投资，可能会这个钱的话，这个可能会是因为可能会因为投资的话，肯定会上下浮动。还没有，好像没有其他问题。好的，再次感谢家长问这么好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很快你会收到我们后续的电邮，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就是跟我们来举报的联系。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就是员工都是非常友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谢谢。